一场心灵的交锋。就像飞鹰无惧雷霆，用一双翅膀开天破云，守着一份执着，勇敢前行。我们的青春不负那些美好的光景，我们的信念终将融化坚硬的寒冰，我们的誓言能照出世界天平转型，我们的赤诚能看到金色的光影。那个出事了。我们家二弟市场的股票被一家公司收购了，查到了。哪家公司？四方集团。两天之后龙哥会来内陆。从来不现身的他为什么会来内陆？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他不就是来收利的吗？刚才你说替海翔融资，这他妈什么蛋，拒绝，那都他妈是你做的，你也跟我们王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这让海丽认为你死了，你永远也不要再出现。你这媳妇真够厉害的，有股韧劲儿。有酒吗？可以有。来，我喝点。有纪律，现在不行。那就看着我喝。最后一罐了啊，经费不够了。没说让你报啊。不用我报也最后一罐了，明天还有事儿呢。我不明白明天为什么我要去，你抓人我能起到什么作用吗？只有你认识龙哥，他万一化了妆浑水摸鱼跑了呢？让你去就在指挥车里面，不用你出面，没有什么危险。我不怕危险，我怕给你们添麻烦。旭芳，我们算认识很久了，我又知道你很多事儿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？不能。行吧，我们也算是出生入死过了，你问吧。陈鑫，王海丽，你更爱谁？不知道。我换个问法，他俩你更想见谁？也不知道。陈鑫的死让我心里一直有一片阴影，现在我知道他还活着，阴影散去了，但内心很复杂。 OK， 还是不见他比较好吧。真没见你，请你喝酒一问三不知。你说一个有劲的。可以啊，你问我就说呀。好，我听听你在警校的风流史。那有的说了，当年追我那警官啊，那颜值，那身材，那枪法，那业务水平，所有夸他这些放在我身上都合适。我告诉你，那时候我们就是男才女貌啊，叫叱咤警校。婚后幸福吗？因为一个意外，我没跟他去他那个城市，
下来了，我们没结婚。如果那时候我跟他走的话，他现在肯定是长发及腰，我孩子都到我腰了，我们一定会很幸福。什么意外？那个意外就是你，我要留下来盯你。渔场案跟你在一块儿那个女警官，姓夏是吧？见过，啊，见过就不聊了。上个厕所。嗯，她长得挺漂亮的。知道。我还能再喝一听吗？随你便。谢谢。各单位注意，我们这次行动名为断剑，已经报上级批准，目标是围捕叫龙哥的国际金融犯罪集团头目，请大家十分钟之内到达集结岗位。龙哥号很有可能在这两个点做停留，把这两个点的定位发给各单位。是。各单位注意，你们将收到新的航标定位，各单位根据新的航标定位开始搜索龙哥号，断剑行动正式开始。千万别犯罪，跑不了。就位，就位。收到。那个红点是箱子的跟踪器吗？对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各位，报告你们的位置。正巧司仪到位，欢迎光临。阿南，在司仪区待命，看一下小四郎。我盯着后门了。